动作掌握住白煞，分到远边，陈孝宇再给到班霸，在 low post 有一个身材的优势，打得相当合理，没错，非常漂亮的。杨玉栓跟白煞都在场上，所以杨玉栓在这段时间是变成球队的二号得分手。赛前有跟帅弟聊天呢，其实他白煞地板球交给了班霸得分。班霸在第一节拿下6分，三分球12投5中，今天又再加一个，所以他这两三站的这个火候相当的足够。班霸的中距离再提升的话，这个要如何去？因为人比例是非常多，你如何去在训练的时候沟通，可能要花双倍甚至三倍的时间。对，也掌握的蛮好的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四号位的培育人才。球直接塞到禁区，班霸一个打三个，哦吼，他在2楼投篮，下半球陈景龙掌握住，杨玉栓又塞到禁区，这是班霸吃饭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说你让他再免责，李晓送给班霸2分拿到，又是杨玉栓，所以台师从40平到现在48平。双方纠缠在一块，哨一响，班霸也来一个 N1， 所以许绍凯的一个切入图防守这件事情，对于很多教练来说都是考验。没错，而且当然我们看到在 HBO， 你有一些一传就直接到禁区，对，这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四节的前面。这个失误就宣告了比赛已经结束了。